各位女士先生大家好，我是蜀立丰源医院新陈代谢科林正修医师。今天我们拍摄这个影片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我们糖尿病病患能够将血糖控制在理想的范围内，以减少并延缓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以下是介绍糖尿病病人如何注射胰岛素以及有关糖尿病的饮食问题，希望本影片对大家有所帮助。我是丰源病院护理师，今日要来甲大家介绍B型胰岛素的注射方法。首先，咱来准备这个物件，有针头的回收盒、酒精棉、甲这针头，啊，搁这注射针。好，然后咱来去洗手，手洗好了后，咱来将这注射笔甲伊拍开，再搁甲这管转开，然后咱会看到一支这必须在外口，把伊塞倒转去，听到一声咳，安尼就可以。过来，咱来将这胰岛素拿去这边，把伊装入去这鼻孔内底。再搁摕这头来，把伊转好安。然后摕这酒精棉，把伊立掉，把这酒精棉摕出来，为这胰岛素的手链的所在，把伊消毒一下。然后从这针头的爪给立掉，从这针给插入去这手链的所在，这个给转了安。好，咱即马从这鼻孔的提好后，来回给摇十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再个孔的手给来回捻十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到十，一直到这胰岛素看起来敢若牛奶款。再来，咱即马将这鼻的绳啊，给它扭出来，扭出来了后，咱给它转到四单位。好，咱给它调整到四单位了后，将这空气给它排掉。如果咱若是使用这使用过的胰岛素，就无需要搭便排空气。过来，咱来改转到咱所需要注射的剂量。如果讲医生若交代咱爱注十六单位，咱就把这剂量调到十六单位。剂量调整好了后，咱就会使来注射。要注射之前，咱来先来消毒皮肤，或者酒精棉，为咱这皮肤为内底到外口。以顺时针的方向来消毒，然后用两支针头啊，把这皮肤垫起来。等后这酒精打了后，这注射笔要以90度的方向给它注入去，动到紧绷了后，再从这胰岛素轻轻啊给它塞入去。塞入去了后，这个时阵你会伫这个注射笔的头门看到这归零的显示。过来注射了后，咱爱停十秒钟，心内位置甲算甲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再甲这注射笔提起来。提起来了后，如果讲咱这皮肤若是有消费注意啊，再搁用这酒精棉甲试五秒钟，袂使乱，以免影响这胰岛素吸收的速度。现在糖分的人都很怕注胰岛素，都因为怕痛，但是现在这针头已经都比较油了。再来就是说这皮肤的消毒要等到这酒精打才可以注，以免这酒精去洗到这空嘴，所以其实注胰岛素不像大家心里所想的那么痛。然后我们将这针头给它转给冷，存定了后，直接甲蛋入去针头回收盒仔内底，唔好阁将这卡巴盖卡倒转，以免去插到你家己。注料了后，再阁将这卡巴盖卡起来。安尼，咱今日就完成咱这B型胰岛素注射的方法。
大家好，我是宏源便宜护理师，今日要甲大家介绍一般胰岛素注射的方法。首先，咱来准备这个物件，有针头、回收盒啊、酒精棉、胰岛素、甲这下针。然后，咱来去洗手，手洗好了后，咱来将这胰岛素从冰箱摕出来的时阵，爱甲伊摕好，轻轻啊摇十下，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个改乱十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直到这胰岛素看起来啊，敢那牛奶款。好，再来，咱要来消毒啊，咱摕这酒精棉给它沥开，沥开了后，为这胰岛素抽炼的部分，给它消毒一下。消毒好了了后，咱摕这下针，把这针挂给它拔开。拔开了后，咱就会使来抽油啊，对这抽炼的所在，给它插入去。插入去了后，咱就慢慢啊，把这胰岛素抽出来。如果医生若交代咱来注二十，咱就给它抽到二十的所在。好。现在抽好了后，咱就准备要来注射。在注射的时阵，咱要先消毒皮肤，或者原来这块酒精棉，为皮肤为内底往外口以顺时针的方向来消毒。然后两支针头啊，把这皮肤垫起来。这射针要以90度的方向，等候酒精打了后，就再甲注入去啊，注甲。紧绷了后，再轻轻啊，把这胰岛素慢慢啊塞入去。好，把这药啊塞甲了了后，停留五秒钟，然后再把这针摕起来。摕起来了后，如果咱的皮肤哪有小破水啊，就阁用原来的酒精棉给持五秒钟，袂使乱，以免影响这胰岛素吸收的速度。现在糖分的人都很怕注胰岛素，都因为怕痛，但是现在这针头已经都比较油了。本来就是说这皮肤的消毒要等到这酒精打才可以注，以免这酒精去洗到这空嘴，所以其实注胰岛素不像大家心里所想的那么痛。这注过的射针直接给它放进这针头的回收盒里面，不要再将这壁挂给它盖倒回去，这样以免去插到我们自己。好，这样我们就完成今天这一般胰岛素的注射方法。